早前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 ，After Class 嘅两位成员钟由美同詹天文都系今届嘅 DSE 考生，外界都十分之关心佢哋嘅升学选择啊！今年四月，詹天文就喺 IG 度公布已经获得伯克利音乐学院取录，有机会成为顾嘉辉同埋王力宏嘅师妹，仲拎埋奖学金添。不过佢就喺 IG 度透露，同时俾香港、内地同埋美国嘅几间大学取录，令到佢非常之纠结啊！爸爸妈妈同师长都叫佢揀伯克利音乐学院，因为嗰度系学流行乐最顶尖嘅学府嚟噶。但系同学同朋友就叫佢留翻喺香港读书，方便聚会。至于同行同埋有啲监制，就叫佢去内地读音乐学院，因为目前内地嘅流行乐创作同埋发展势头都唔错。最后詹天文就决定放弃美国名校兼奖学金，揀咗去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继续升学。